出来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吗？我相信眼尖的粉丝可能已经发现了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风力发电的这个风车？所以我们现在人就在这边应该算是大甲，是不是？大安区。哦，大安区，不是台北的大安区哦，是台中的大安区。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，现在讲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今天要来一个耍废的豪华豪华露营哦。那至于要去哪里豪华露营呢？应该有人已经猜到了，答对了，就是大安区最有名的像海那样豪华露营区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走吧。我们呢把车子呢停在这边，然后现在有那个就是他们营区的这个接驳车来接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上车咯。出入口在那边，应该是在那边啦。哦，现在那边在工程中。哦，他那个游客中心还在整修中，这是二级工程。这边就是露营区的 check in 的那个柜台，临时的。还要戴口罩。我们戏水池因为季节性的关系，所以目前是暂停开放的。那我们晚上我们有暂停管制时间是晚上十点钟。好的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先去园区做游玩这样子。对，逛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谢谢。那待会准备好再打电话给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走，我们现在先去逛一逛。哎，还有小摩托车可以骑，好酷哦。对不起，你太大了。看一下，它是很酷哎，它还有真的有钥匙哎。好了好了，如果我有小 baby 的话，还可以骑。我现在只能看而已。当然，来到这边除了耍废，然后又有下午茶，然后晚餐，然后吃吃喝喝以外，当然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休闲设施咯，就是这个，噔噔噔噔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什么人体什么人体足球还是什么鬼？人体足球还是什么？那大家有没有想要看我在里面滚呢？当然，今天穿这样可能不太适合，助理可能可以来滚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可以玩那个类似这个叫什么？可能叫做羽毛球啊。羽毛球。啊。好，然后再来还有看到萤火吗？这是萤火吗？对。可以放火哦，还可以吊酒瓶哎。好了，那你示范吊酒瓶总可以吧？我让那个大哥要示范一下吊酒瓶。啊，差一点点。都差一点点。哎，成功！很难吗？啊，不是很难吗？刚有人很臭屁说他可以全部弄起来，我们现在就叫他。现在大哥要来挑战哦。好，我要四个，现在有没有看到四个酒瓶哦？全部可以让他站起来哦。大家看一下哦。有压力，有压力了。啊！不行啊，不够正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人家没有拉绳子拉那么低的好不好？你看，这样对呀、啊，这样作弊哦、喔。好了，再一个，啊，那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样当然容易呀、啊。不是啊，他我知道了，他不能放得太高了。好，两个喽。好，再来。Hello。三个了，耶、yeah! ！有没有很厉害？四个耶！ Yeah! 我赢了，有什么奖品？没有，想太多。这个牌子呢？现在大哥就是要挑战，拿这个球，然后把每一个号码全部
都把它扳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啊，这个距离 OK 吗？大佬，应该可以吧？以你的背力。有没有？哎，才第一个而已。后退，好，差不多。有没有？有本事全部啊！后退，后退，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了，现在是怎样？有没有？也不过才三个。快点哦！为什么越站越前面？啊，真的、哦？对。等一下，帮我背，帮我背，快点！哎呦！哇，根本是那个打到框，他自己倒的，那个不算，好不好？对。越靠越近了，很闷。怎么样？刚刚有三个是自己倒的，好不好？根本不是你打倒的。哪有？有。哇！越站越近。你刚才站在正前方好了。哪有很近？有。你刚刚那个酒很近，好不好？手忙脚乱的样子，而且那个丢球的姿势很奇怪，这样子吗？耶！全部，啊，好喘哦，丢个球就很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。那边还有射箭。不是说好来那个放松的吗？干嘛搞那么累？怎么用啊？不是有人在迪卡侬玩过吗？你是没看过电影就对了。弓应该怎么拿？反了吧，这位小姐。反了吧。好反了，然后呢？你是故意的吗？来看一下大哥怎么样射箭哦，哈。树丛里的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大哥能不能射得中。好会跑哦！那我应该是这样拿才对吧？应该是要拉弓，不是拉着箭，好吗？因为大哥太高了，所以都会射得高一点。给故意给。好，不然射那个比较高的啦。好，没有射矮的。等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大哥拿弓箭的姿势很奇怪？人家明明应该是要拉弓，你为什么拉着箭呢？错，还是错？对，来，请你要拉。拉这里吗？拉弓，拉这里。拉这里哦。对，不是拉着箭，好吗？我刚刚是拉着弓，好了，拉着弓了，看到没有？六分，你看好可爱哦！前面这个就是餐厅喽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产品。然后啊，这一块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图案？对，然后它有点类似纹身贴纸。OK， 这个有一个膜可以把它撕下来。嗯，撕完之后可以贴在这里。嗯，然后平的地方比较好贴，凸的地方没有那么好刮。对，然后把它撕掉之后，这个可以用力的这样刮。OK， 把它刮到这上面，好，就成功了。OK，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太大，或是你觉得你想要剪
不要一次挂在上面，你要剪成一个在这，一个在这，看看你用剪刀可以。好。然后刮完之后啊，不要那么快拿下来，你可以轻轻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都在上面了？哦，确定有粘上才。对对对，再把整个拉开来。OK, okay.。然后。这有珠珠的部分也在那个筒子的地方，都可以自己拿。我们现在要来体验这个贝壳彩绘的这个 DIY， 然后呢，我呢挑了这两个图案，然后呢，它这边还可以用那个奇异笔，然后帮它做一些彩绘，然后等一下还可以粘那个珠珠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来 DIY 喽。我美感的大哥。看看能变出什么东西。这个是完成的，我们把它彩绘上去的，还有加上了英文字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背面，背面加了什么？就加了这个边条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们就喜欢这样素素的感觉。